终于出现咗我哋第三位咧，独得100,000蚊嘅得主啦，就系我身边呢位杜太啊，耶！喂，陈妈，冇紧张到瞓唔着啊？有啊，好紧张啊！4月10日咧，我哋有呢个禁展王，有呢个复活机制，一定要玩到一个人独得500,000喎，有咩策略咧？而家总动员啦，一定要揿到个50,000！耶！记得逢星期二至日晚10:07，齐齐玩禁展啦！